家好，他是碧杰，他是玉馨，欢迎收看本周消息报告。你想要学习如何实践耶稣活出圣经的真理吗？你渴望像门徒一样拥有建造家教会、行神迹奇事的能力吗？欢迎来门徒学院报名，时间是从五月开始，每周六早上9:30到11:30。因为疫情的关系，除了现场上课，我们也开放视讯讲课哦。报名及相关资讯，请洽各区区牧或是林家传道，也可以线上报名，点选天桥教会官方 LINE 账号的连结就可以喽。2019年年度奉献证明已经开始领取，尚未领取的弟兄姐妹，请到一楼服务台领取。重点消息回顾，教会的资源回收仍在进行中，邀请弟兄姐妹继续努力回收哦。教会所发起的24小时祷告运动仍然在进行中哦，地点在文创3楼。晚堂代祷者招募还在持续中，每主日晚上7点，我们在文创3楼祷告殿，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哦。线上观赏直播的弟兄姐妹们，也欢迎持续的线上奉献哦。若有任何奉献上的问题，都可以直接与我们联络，或是点选天桥教会官方 LINE 账号就可以哦。使用 ATM 奉献的弟兄姐妹，也请将自己账号的末五码提供给品方传道。请各位弟兄姐妹注意，进入文创中心时，注意入口及出口的标示，请勿错向行驶。FM89.1 南都电台天桥之音广播节目，5月17日晚间10点到11点播出真情相遇单元。本周我们专访到陈中福弟兄，题目是相爱在云端。以上就是本周教会消息。